关注说起娱乐圈里面的明星都是自带十分的好，而王中磊作为娱乐圈的一个影视和旗下艺人公司，自然也算得上是腰缠万贯的。他和妻子有着一儿一女，女儿今年已经是有20岁了，叫做王文艺，从小生活上也是非常的富裕，各方面都是十分的优秀，而且颜值和身材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他的父亲作为企业的董事长，最近的也是有挺多的绯闻这一类的事情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在娱乐圈里面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作为明星地老板，艺人们肯定也是要把这一层关系处理好的，大家也是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的。最近在网上有人扒出了非常早以前霍思燕过生日的时候，好朋友大黑牛为他过生日的事情，这本来也算是非常正常了吧。但是王文也在下面留言对道，先学会好好做人，这也是让一众的网友们感到非常的好奇，为什么王文也会无缘无故的这样子，难道是因为王中磊旗下的霍思燕，他们两个人走得太近了。不过两个人都作为有名气的人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，可能也是他毕竟还小不成熟才会如此的冲动吧。不过小小年纪颜值在线也是非常的不错。